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今日、夕方にいます。现在在新界、那我搭这个特急列车。等一下哦，要坐这一台三号的。サカタインナホ三号車。我要坐这台的特急列车 ，Tokyo 列车です。那现在往五方线的地方走，这里，顺着楼梯，有点想坐电梯。看看这边，哎，走，然后有手扶梯，那我们搭手扶梯吧。五方线，这边有空兵，因为我想上去坐电车。呵呵噔噔，这是我头一次坐那个新线的特急列车。我知道这边有一台车很有名，现在叫做叫海里线，可是时间它现在没在运作，它要到六月的周末才开始有运作，然后七月这样子。那我也很想搭搭看。那我要搭这台去直路二改，要去山形县。好，那我来照照电车奔驰的样子，让大家看看新泻站内的新泻站里面的列车。那列车很可爱，是这样，粉红色。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。まもなく2番線から。有机会可以来坐坐看。啊，我要去自由车厢了哦。
车内的样子，很不错耶，好宽广，我坐这好了。第二号车，哦，你看，位置好大哦。然后坐这里。搭上来了，离发车时间还很久呢，我应该去厕所稍微看一下，决定去厕所看一下。我还是想要跟车头照相呀，这才是铁道迷的那个绝景啊。好，
十路 OK 啦，这边都是山景。这个 Tokyo 列车真的很棒，可以看海景，也可以看山景。大家就要快抵达我的目的地咯。下雪的地方太可爱了，这车站我们来叫这台。好，假如我有去地方我再来拍影片咯，下期待下下等一下再继续看吧。